欢迎回到新闻现场，我们来关心交通部日前呢召开了新春的记者会，王国才率领局处首长们出席。而记者会呢，大家聚焦的是台铁公司化这条例的草案到底何时要通过呢？王国才表示，将会拼下个会期要前进立法院，并且呢展望2022持续的会进行的是滚动检讨的方式，包括了聚焦疫后观光或者是纾困的方案都在其中。他整个道安院长也亲自主持，要求所有部次长参加。交通部日前召开新春记者会，交通部长王国才率领各局处首长出席，聚焦交通还有观光，先交代台铁公司化的进度。我们初步是下个会期把公司条例送进去。王国才表示，台铁公司条例过去讨论过，但还有很多部分和内容也有一些台铁的同仁不了解，而为此他必须要在地方工会分会来说明。初步规划立法院下期的会期将会是台铁公司条例送进去立法院，而观光政策同样是备受关注。整个观光界它的确受疫情影响很大，那过去我们从前年的3月就开始一系列的纾困振兴，然后到去年10月的5倍券跟加码券，这个意思是说政府会随着疫情的发展，还有观光业他们所面临的困难的调整下我们的措施。随着疫情持续，王国才表示将会滚动检讨，视疫情的状况来进行调整。而今年交通部以打造美丽景点、准备主题旅游等5大策略，希望能够健全观光的体质。不仅如此，陆海空也将启动一连串的改建计划，包括了桃机第三航厦、高铁延伸宜兰，同时也会强化智慧运输来升级智慧运输发展。联经卫视张云成、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。